好，我们这一节课呢，我们继续看啊赵九峰老师的地理五局。那么在前面呢，我们讲了三和四大局啊。那么这一节课呢，我们看赵九峰老师的地理五局卷七。那么卷七呢，只要讲的是啊，主要讲的就是十二水口的吉凶断法。那么为什么是十二水口呢？啊，因为我们讲的是二十四山双山五行啊。那么二十四山双山五行啊，那就是十二水口啊。那么赵老师呢啊，在书里面呢讲的是向下发威。啊，向下发威。那么赵九峰老师呢，他讲啊，他把这本地理五局的书写成之后啊，因为呢，他考虑到啊，龙穴煞水，包括我们后面讲的象啊，那么怕呢，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啊，在学风水的时候呢，搞混淆啊，比如说。只看一个龙啊，或者呢只看一个穴，又或者是只看一个煞或者是水，而没有把这个龙穴煞水象啊风门别雷联系起来。因此呢，赵九峰老师呢在后面增加了一个象啊，象发子名，把这个龙穴煞水象呢联合起来啊。那么赵老师讲这个风水里面呢，寻龙点穴啊，以及我们的消煞啊，要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，要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。那么这个水啊，是可以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啊，触目可见啊，触目啊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啊。因此呢，赵九峰老师呢，他在卷七里面讲了一个向下发威啊，就是说。这是二十四山啊，有十二个象，那么每一象呢有十二个水口，每一个水口的吉凶一目了然。那么我们把这十二个水口的吉凶搞清楚以后啊，你就可以看风水啊，可以登堂入室啊，能看风水。那么实际上呢，这二十四山的十二个水口呢，我们都讲过啊，三合四大局啊，我们都讲过啊，我们讲的例子这个正身相、正旺相、正阳相、正木相啊，包括呢自旺相、自身相，对吧？我们呢已经呢做了详细的介绍。那么今天看呢，我们就用啊赵九峰老师的这个。向下发威啊，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其他的呢我们就不再介绍啊，因为这个内容和前面我们讲过的啊是重复的。那么它后面呢就说把这二四三啊分成了十二个啊，双三五行分了十二个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对吧？二四三啊，壬子癸丑庚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啊，这样双三五行一分啊，那就成了十二个啊。那么赵九峰老师呢，他在书里面呢详细的列举的每一座山的十二个水口吉凶啊。那么我们今天课呢，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啊看一下。那么实际上呢，这一些内容呢，我们在前面呢全部做过介绍啊。那么赵九峰老师呢，书里面讲的啊，他把这每一个山呢都讲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壬山丙相啊，子山午相啊。那么壬山丙相、子山午相啊，那就是丙午二相。那我们看到呢，立的是丙午二相的时候。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丙午
啊，是寅午戌三合火局的地旺。那我们看一看，那么寅午戌三合火局呢，就是各有解长生、沐浴、冠带、灵官、地旺啊，寅午戌三合火局的地旺之相啊，然后是衰、病、死、木、绝、黑、阳。那我们既然知道是寅午戌三合火局，我们还要知道它的龙，是吧？我们前面讲了三合四大局的时候，我们讲了乙丙交而趋序。啊，乙丙交趋序啊，这就是火局。那么火局呢，是乙龙，那乙龙配着丙水啊。那么乙呢，长生呢就在丙午啊，乙呢起长生，丙午啊逆行，长生沐浴。冠带、灵官、地旺、衰、病、死、木、绝、黑、阳，那这样呢，就是龙水相配。那么水口呢，我们很明显知道啊，寅午戌三合火局，对吧？那么水口呢就在木库啊，因此呢是左水到右，对吧？它是左水到右啊，出木库，木库就是心绪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实际是我们前面讲的啊，正旺相，对吧？正旺相。那么这个正旺相啊，长生方来水过堂，对吧？然后呢出木库，生旺木，三方调和啊。那么也叫三合连珠啊，三合连珠贵无价，对吧？三合连珠贵无价，三合连珠贵无价。那么它也和阳宫旧瓶净身水法，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生来会旺啊，长生方来水过堂地旺，最后呢归了库心绪。那么这个水呢也叫玉带缠腰啊，玉带缠腰，玉带缠腰，对吧？那么坐山呢就在人子啊，玉带缠腰。那么也这个水法呢，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精城水法，精城水，是吧？我们前面不是讲过精城水、木城水，对吧？水城水、火城水啊，金木水火土，对不对？啊，是精城水法。那么这种水法呢，是大富大贵、人丁长治、忠孝贤良、男女高寿、发福绵远。那么如果再得旺山肥满，或者是旺水潮聚啊，就说呢地方的水，那么旺山呢就指的是来龙，对吧？那么旺山呢就是长生沐浴冠带灵官地旺啊，那就是更盈方
旺水别误发，其结果呢就是富比石崇啊，石崇这个人啊，古代呢非常的富有。那么就是左水倒右出呢龟库，是吧？龟库出鲜血。那么第二种情况呢，就是依旧是人塞丙相，子塞午相。那么左水倒右出丁未，对吧？那么左水倒右出丁未啊，也是左水倒右出了丁未啊。丁未呢是衰方啊，旺相衰方消水啊。我们说的旺相衰方消水法。那么这呢，就为自旺相。我们前面不是讲过，唯有衰方可来去啊，可以。那么衰方呢，可以来水，也可以去水，啊，意思说唯有衰方可来去，啊，这种呢是发富发贵，啊，丁财两旺，高寿，那人呢就是高寿，而且呢又旺人丁，啊，这个是水出丁位衰方。那么同样是人塞丙相，子塞午相。那么如果水从甲卯方而去，也就是木鱼方消水啊，我们立的是旺相木鱼消水啊，叫旺相木鱼消水法啊。那么这消水法呢，也就是禄从流经裴金鱼。那这个当然是右水到左啊，右水到左，也是一个富贵双全，丁财两旺，人丁兴旺啊。但是水呢不能犯了地子卯，是吧？或者是地子寅，那不能犯。如果水犯了地子啊，那么就犯淫啊，也就是色啊，犯了淫啊，犯了色。因此呢，我们讲啊，你轻易的啊，不要立这样的相，稍微的有一些差错啊，可能呢就犯了地子啊，就犯了地子啊。因此呢，叫轻易的啊，不要去用。那我们在前面呢还讲过，同样是人塞丙相，子塞午相。那么如果水出巽巳，对吧？那么巽巳是临官啊，寅午戌三和火局的临官位，我们就叫冲破相上的临官，犯杀人大黄泉。那么这是杀人大黄泉。冲破了相上的灵官啊，我们讲的送成才之子啊，成才之子早归英，对吧？病主败绝啊，不是衰败啊，就是绝子，断子绝孙啊。还有一些疯疯癫癫的，是吧？血光之灾，先上二房啊，其他呢？三房、长房，随后也上啊。这个是冲破相上的灵官，主要说的是成才之子早归英啊，家中寡妇常啼哭啊，就是这个。那我们再看，同样是人塞丙相，子塞午相。那么如果水出乙辰啊，那么乙辰呢就是寅午戌三和火局的冠带，对吧？那也就是流破相上的冠带啊，这是灵官，这个就是冠带啊。
那么刘坡灌带呢，主杀年幼聪明的人啊。我们前面不是讲过调令儿童死不差啊，更送深闺娇太女，此方停留最为假啊。就说这里面有一个水池鱼塘水塘啊，就比较好啊，不宜呢来去水啊，主要是不宜去水啊，冲破向上的灌带啊，所的是调令儿童啊，小朋友啊，那么冲破向上的灵官啊，成才之子二十多岁的啊，这个是七八岁五六岁，而且呢衰败，对吧？时间长了啊，就会绝人丁，败绝，久则绝后啊，败绝。那我们再看，同样是寅午戌三合火局，也是人三丙相子三午相啊。那么如果水出癸丑，癸丑是寅午戌三合火局的阳位，是吧？那么就是冲破向上的阳位啊。那么这个呢，主要就是伤子、败财、绝后，伤子嘛，伤儿子，败财，财运越来越差，时间长啊，那就是绝子啊。意思说，退身沐浴不可立下啊。那么同样是这个局啊，如果是水出壬子啊，水出壬子啊，说明呢壬子方呢就低啊，冲破了胎啊，冲破了胎神啊，这个呢主要就是伤胎啊，堕胎啊，那么久则败绝。这种呢是有收无财啊，犯贫犯穷啊，犯贫穷。我们再看，同样是寅午戌三合火局，人三丙相子三午相，那么水出前亥啊，那么前亥方呢为绝位啊，寅午戌三合火局的绝位啊，这个呢就是过宫水，那叫过宫水啊。我们说太公八十御文王啊，就是这个水法。那么这个水法呢是有收无财啊，就说你活的这个命呢年龄呢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呢没有财啊，因为呢没有归库啊，这个和木相绝流啊那是两码事啊，是水不归库。那么在这个局里面，那、啊、如果是水出庚酉啊，庚酉为死位，对吧？我们前面讲的交如不及，对吧？那么交如不及死嘛，就是寿比颜回啊，颜回呢死得早啊，寿比颜回啊，败财啊，绝人丁。那么初年的时候，早年呢还可以啊，那么先败的是三房啊，那么三房呢，要么就是有丁无财，那、啊、要么就是有财无丁。啊，总之呢不能两全其美啊，也就是说呢富禄寿不全啊，富禄寿
啊，不能齐全啊，要么富啊，要么有路啊，要么树啊，但是很难的三者齐全。我们再看，那么水出空生啊，那么水出空生呢为病方啊，那么水出空生呢是病位啊，也叫短命水，男命寿短啊，主要呢指的是男命的寿短啊，短寿嘛。必出寡居之人啊，男的死了以后啊，留下女的啊，叫寡居啊，必出寡居之人。那男的死掉啊，女的不就啊变成寡妇啊，叫寡居之人。那么同样是这个寅午戌三合火局啊，那么如果水出庚寅方啊，我们知道庚寅呢是长生方啊，长生方那庚寅方为大凶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就是旺去重生啊，旺去重生啊，我们前面讲过啊。那么犯了这个妄去重生，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对吧，有财何为，小儿难养，富而无子，就说你有财但是没有人丁，你有很多的钱没有人，没有子女啊，有什么用对吧。十有九绝啊，十个有九个都绝啊，先拜长房啊，后拜二房三房啊，这个呢我们前面讲过的妄去重生，有子何为，有财何为，对吧。那么如果人在北下啊，那么如果水从下上出，从丙午方出啊，那就是胎向胎方，对吧。那么实际上呢，这个是寅午戌三合火局啊，那么巳酉臭三合金局，亥卯未三合木局，包括呢申子辰三合水局啊，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些呢我们在前面都做过了详细的介绍，我们在这里呢仅仅的啊做一个回顾，因为这些都是重复的内容，如果你把前面搞得清楚啊，那么这些问题呢就变得非常的简单。好，这节课就到这里，再见。